汪圆圆笑 B 女太重磅，帮佢冲凉都有难度啊！自从做咗妈咪之后，已经少出街嘅汪圆圆呢日单拖出席公开活动，一讲到 B 女，圆圆即时甜丝丝啊，仲话每次都要亲自帮 B 女冲凉先安心，完全唔俾老公插手啊！即系女仔都系细心啲噶嘛，因为佢而家都细个啲，可能等佢识得坐，因为佢而家都个腰力唔够，咁所以。日日躺，好16磅咁样，喐嚟喐去，都有难度。不过圆圆都话，其实老公蔡家赞都有好努力帮手凑女，普通换下尿片都冇问题嘅，系有时候唔知点解会突然冇咗影嘅。佢未帮个 B B 换大嗰个咯，细嗰个就有，大嗰个佢就。唔知啊，成日都咁啱有啲事啊，行開咗。係咪啊？生第二個未啊？未啊！我因為覺得等即係 B B 大個先少少咯，我哋可以享受佢呢個過程啦。如果即係即刻有，就又會望第二個咯。